来，兄弟，你这包改好了，这个是你拿包过来加工的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做工怎么样，啊，非常的漂亮，啊，镜头从这里出来的是没有孔的，看不到的，啊，你看一下里面的结构是怎么样的，里面是这样子的，带有个魔术贴的，我们镜头可以用远距离55到85或者是35到65的镜头就可以了，啊，这里也有个魔术贴，啊，近距离或者远距离可以自己换的，这个直接插上就可以了。插上，这个是55到85的，电源直接按启动，这里就启动了 V11 的。